一局游戏让我心凉两次。扛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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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！我操！棍子挥他！我操！这股神，我服了。这边我们来把杂技的新春礼包实战。木木还是比较招鬼的，我们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来了，好像是歌剧啊！我操，他会抽刀，算了，直接干了。歌剧演员，假装往那边走，骗一下。女鬼，放个火球，放一下他那边。封他的技能，让他用不了隐喻。我们这边切一个黄球，这个黄色球就是减速球。飞龙快好了，哎，还是没办法，那只能上二楼了。歌剧这个版本还是很强势的，这边我们放一个白球，不过他可能要交那个闪现了。交闪了，我球快好了，还有四三二一，交，那是冷极限，他好像换追了，哈哈，那行吧，我们去修电机去了。这款过键切球的话，它那个屁股后面会有火龙蹦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不错的。那我这样走是不是浪费了一个火球啊？巧，气死了。我们先修电机。时装的话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经理帽的话，有两个迸发的那种烟火吧。不过这个眼珠子有点奇怪，有点像快要吐出来了。如果稍微那幅度能稍微改小点的话就好了。这款过键会改变那个手厨的图标，也就是这个东西。蓝色的话是白球，黄色的话是减速球，也就是土球，也就是黑球。哎呀，又鬼溜到我这来了，坏了！不要等我死我这一铲了。哎呀，来了。我的飞轮好啦，有点卡，颜值有点高，扛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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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，我操！这先知，不是啊，你们这群六鬼六到我这来干嘛啊？四个人都，三个人全都在这。这先知还不扛刀，扛刀我就拉走了。那现在可能带不走了。闪现换了传送，我们这边去修中场的吧。不是啊，他们要赖死在那台电机面啊！我操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操！这女鬼！我飞轮又好了。我的土球还差一点，我不辣，120秒了，我的土球还差个10%吧，这进度，5%左右，全员飞轮，这把四个飞轮。
有传送的，等会我们要拉云。赶紧干，拉走。哦，你鬼好快啊！我操！看在你两只鸟的份上，原谅你了，好吧？它传哪去了？哦，传震荡术了。那我们直接去那个月亮门吧。女鬼从震荡术跑到月亮门，快不快？我感觉挺快的。他说在排我，我不一定能出门哎。哎呦，排到了！棍子挥他！我操，这股神，我服了！什么队友啊，我的天！